之前有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泥它会化会臭，我不相信。他说的果然不对哦，它只是臭了，还没有化掉。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女孩子，喜欢用这个东西来下蛊，恰好我也有，今天我也来下个蛊，祝大家万寿无疆，早生贵子，永远不死。最近有四五个母友来问我为什么就是不卖泥了。其实我不卖泥是为你们好呀，我现在真的是又没有创意，价格又没有优势。等我有时间，要把之前的配方全部公开。要等我。